晋级的鼓手用汗水与鲜血拍出音乐电影的震撼力，非常让人难忘。Here we go. Five, six, and. Were you rushing or were you dragging? 入围2015年奥斯卡最佳影片《晋级的鼓手》，拍出乐手追求顶尖的偏执狂热。你如果在艺术上，你想要得到那个突破性的一个成就，可能会受到各种挫折，或甚至是受到羞辱，那种愤愤不平那种心情。I push people beyond what's expected of them. I believe that is an absolute necessity.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恐怖，当他要演一个魔鬼教头的时候的那个高压迫的那个感觉，而是他既可以演出那种很温暖的感觉，像是你的父亲的那种亲近的感觉。异想世界本周带你一探如何取舍艺术与人性的晋级的鼓手。每周一至五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